我操！真的很怕这个。准备。来喽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大石头一滚下来，我就一踹，我就把他踹走。我刚，你会被禁欲线。 啊！他都管你。怎么可以这样对女主角嘞？做好准备，等一下要滚了啦。对，要滚，算是上山没有下海，上山落山坡。那如果跟禁欲的话，性闲要怎么办？性闲啊，那到底他？我每一档都在找。 赶快，就是可以上来一线的妹妹们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演我这个年纪的妈妈，可能年50我有，然后那些什么灾难戏啊都比较多，然后可不可以就是就在家里面帮忙小孩啊，虐待媳妇啊这样就好了，我有年纪了。但欣姐也有滚蛋婆，她是这么狠的，欣姐啊对耶，对啊还。 在准备今天要过山，但不是本来就想要带胜负哥体验很多，就是这一类型的。我没有要带他，我没有要带他滚山坡。大哥，你听到没？我没有滚山坡的。刚刚我刚刚没有录到，刚刚没有录到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有开始了，可以再次关心。 对啊，工作人员都不是人呐！哎，这七哥都这个样子，职场霸凌啊，职场霸凌，真是，我们很卑微的。待一天我要做3个月呢。哈哈哈！像我感觉需要刷照，应该有一面，一休在玩的。好看。好点个屁哦，加钱呢。 有录到吼，被我们的灯光师发现我的这个 bug。 Manda， 重吗？没有，不重，那是道具。但我们要演得很重的样子，然后其实事实上超重。我好想吐哦，我真的很怕这个。怕草吗？ 还是翻滚？怕你！来，准备。来，准备，来，准备，准备。对了，我们准备。来喽！啊，1、2、3、2。好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 你以为你这样就不怂了吗？看，好，不动了，不动，不动，对啊。 要重来一剪，不下来，不要打我！你不要打我！这是碰瓷，碰瓷，碰瓷！你看，泽西哥好，你不要假掰了。每次遇到泽西哥，就要泽西哥好，不要假掰。哇，这才是真的碰瓷。他性闲为什么不救禁欲吗？有一个，其实来不及救。 是吗？有一个这么大的石头从你面上滚下来，都有加风来得及救，你都可以徒手推车了。这个应该这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对啊，手刀飞过去不难吧？这么大石头一滚下来，我就一踹，我就把它踹走了。
好看，没错，没错。小编，停在外面呢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明明跟靖玉说，你得掐定档哇，我先去看嘛一些，可是还是下来，所以这个就导致后面信贤变坏的主因，就是短短的下车的动作，都是谁害的？你现在意思是说他是坐定了 A 吗？坐定。你在禁欲线。七八百吨。你说是他自己白目跑下来？对，他说是你自己白目跑下来。定档网。导致他后续的黑化。他白偷了吗？为什么？好的，你要注意，来机上机。谢谢。我去接。来准备。不对，等一下，对，哎哎对。二，可以吗？东西他。对。二。好看。有事吗？没事。会痛吗？还好啦，还好。但那个心理那关，心理层面那关要先过。嗯，对啊，看似简单，那个恐还是有点恐惧感。对啊，飞过去。因为 over， 怕会整个头，就是看到差一点撞到那个 camera。有撞到吗？刚刚有撞到任何地方都没有。还好，在。有帅有帅有有。有秀有帅。等一下还要滚对不对？对，滚床。啊！我刚问经理，滚山坡跟滚床你要哪一个？他说我宁愿滚床。你知道大家都比较支持家风跟禁欲这件事吗？那怎么办？信贤现在该怎么办？因为我们刚刚问家风，他说不管，不要理他，他说管你。那你觉得最后一定会跟谁？当然是跟家风。那怎么办？你要配谁啊？对，就猛子，因为当家风禁欲他们在滚山坡的时候，我昨天晚上已经跟猛子滚床单。What? Oh my god!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加风终于好了，可以开始抱那个金鱼，合理的抱。对啊，终于可以抱他了。几百年没抱他了，开始。老板，我车会被危险。好脏啊！对，你笑得好开心哦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女主角呢？要说很娇，你给我下来一起滚。Man 啊，你们慢慢谈恋爱。不要，跟三姐过来。你们滚山坡，我跟萌姬滚床单。